小姐，你的蛋过期了。你今年几岁了？应该有一些计划吧。就像是你替你自己买了一个终身的幸福险，这样的话，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寻找真命天子。我想快点出生嘛。哎呦，男人怎么生啊？我最近认识了一个蛮不错的男生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